元気ですね。元気ですね。元気ですね。知ってる？田中さん。知ってます。先生。私これ雑把印象は。ああ。我雑把以后，你中午吃最好。哦。啊，叫做哎，今仔日是十五年纪念啦。十五周年。哦，你来作介哦。英雄。英雄。我做不懂了。就一些牛的就高粱会啊，就一些牛的，所以就是我阮小乡胡伦虾的乡友，胡伦虾的乡友，高粱协会个人所长吼，是阮胡伦虾的乡友。哦，进前吼，进前的所长吼，就是迄个算日本大使，我甲带去民政府。参秘书长见面，差不多二十八，我坐哩。哦，我开五千块，家己后腰包。就你讲是，给伊家己意愿去，安尼较好吼。唔是，伊有意向。嘿嘿。九月份，嗯嗯，伊来的时阵吼，因为阮住伫小巷附近遐嘛。哦。伊说过底下住伫我，甲讲民政府的代志。嘿嘿。伊转去。伫个九月份哦，写明信片给我，讲伊对台湾民政有兴趣。我将伊迄张来批，甲我要回复伊批吼，影印叫蔡台湾哦提起哦，秘书长，秘书长讲，请伊来，请伊来，所以是嘞，讲看伊几时要来，叫我再过个联络，我。是有甲讲吼，你后一回十一月份，你来的行程，我按来你来中央，我甲讲这句话，所以这个十一月份哦，十一月十五是阮秀山胡伦社吼二五周年庆，啊，伊社友当然爱回来啊。哦，这个场面伊甲我讲吼，伊对十七、十一月十七加十一月二十，今年对，是旧年啊吧？今年要未搞，十一月十七加二十吼，是住伫台北万荣区的，所以我将这个消息去讲，打电话出台湾，我讲你请示这个秘书长。看伊排排第些时间，决定十一月十八，伫咱中央会馆吼，即个两点半见面。哇，安尼哦，哇！迄一日拄则有一个，迄个东京台湾协会，嘿，迄个总干事讲话嘛，嘿，迄个台湾协会，就像迄一日，我参人约伫个国宾要食饭。哦，迄一个到相上时间，哇！所以我这个台湾协会吼，伫进前后，我交代，迄是阮一个读书会的副会长，我甲是去因家甲讲，我讲我就有这个情形，我迄边约好啊。哦，所以这个会我本来是有约要去。三个要去嘛，就一个做李玉梅，一个做王什么，哦，给我的，哦，啊，甲我三个嘛，结果我甲取消嘛，哦，我就去这边啊，去见，去咱秘书长啊，秘书长再来伊的意见就是讲吼，台湾民政府这个国防甲外交吼，无要设设单位，嘿，伊的。内定是安尼，因为迄一日秘书长身躯边有请一个日本人咧做翻译，啊，伊伫遐的场面哦，反正无水的半句啊，我有甲插。
礼貌上我应该是袂使做动作，但只要讲袂清袂楚啊，比如讲我着甲插话，迄落情形，附近拢有听着看着，所以我算高三的嘛吼，所以比如讲吼，高三是十七啊，有迄落分会议嘛，我底下有讲我明仔载要中央，那是会拄好无得我有奈会跳伞，真是我等下呢，跳去中央，我等下呢，我再来是高三军二长，二长我知嘿，你再给我杀过来啦，对，李定英对人讲安怎，伊给我踢走。无啦，莫咧讲啦，无咧，什么较早，大家轮流做工课尔。对人讲安尼啊，啊就安尼就好嘛，我甘愿受。无啦，无啦，唔免啦，莫咧啦，莫咧想啦。唔是，啊，即摆过中央啊嘛吼。我阿袂，因为吼，我即阵无识。哦。去中央爱阁受训。哎，那爱走来走去，你也足辛苦的啦。唔是，爱阁受训。哦。即条钱我阿阁无。